新通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，就是最开初是靠摩托车发动机，现在涉及到摩托车、三轮车、汽车零部件、通用发动机、通用机械产品，还有就是说电动四轮车，还有和清华合资成立了一个无人机的公司，专门从事无人机的研发。实际上作为产品讲，质量是企业的生命。我们龙芯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十来年时间能够迅速成长壮大，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产品质量，第二个就是产品的开发速度和对市场的响应，所以对质量来讲是至关重要的。通信那一块的话，我们跟莱茵的合作从公司开始就一直合作，十多年来的话，那应该说大家合作的非常非常好。由于可能是像欧盟的话和中国的文化背景有些差异，对于我们来讲，对的法规的理解也存在一些偏差。在这一块的话，莱茵公司给我们很多指导，尤其是对法规的理解和分析。作为龙芯在中国通信行业是领头羊的位置，作为认证公司，德国莱茵也是非常强的一个认证公司，在我们很多客户都非常认可莱茵的认证，希望以后的话能够给龙芯更多的支持和帮助，大家合作愉快。